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炮星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恐怖奶奶游戏视频。臭蜘蛛，我又来报仇啦！让你上一期搞我甜心是吧？还记得你的好兄弟乌鸦是怎么死的吗？哦，今天我就送你陪他去啊，弄死你！我先躲一下啊，我好像听见奶奶声音了。哦，听错了，最近耳朵不太好啊。小蜘蛛，呸，你是老蜘蛛啦！老蜘蛛，想被我崩死吗？成全你！哈，兄弟们，耶，成功啦！我才是胜利者。天心，我帮你报仇啦！以后再没有人敢欺负你了，我们可以放心的一起出去玩耍了，开不开心呀？奶奶，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你的蜘蛛已经凉了，被我一枪当场暴毙呀！你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威胁到我啦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老大，我就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，你就当个保姆吧。我让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，知不知道？听到没有啊？哎，怎么了？嘿嘿，孙子。你真的以为杀了我蜘蛛吗？那是只假的，是我故意放的。什么？不可能吧！我现在可是有魔力的。你没发现我已经变大了吗？别打了，我也无敌了。跟我这个老江湖比，你还嫩了点。你这个蠢东西啊！我让你打100枪打不死我。这个是你说的，奶奶。我说的，怎么了？不服是不是？再给你加100枪。不用加100枪了，只要1枪就够了。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我去，怎么没东西啊？这就叫打回原形。奶奶，给我们跳个舞，快点。不要啊！不要也得要。这么累的话，炮星家兄弟们给你点个赞哟！兄弟们，双击屏幕一下，点亮小红心，给奶奶加油吧哦！